坐落在屏东恒春的垦丁大街。因为南台湾的中年好天气与美丽沙滩而成为观光客的度假胜地。垦丁大街街上充满各式特色店家，到了夜晚变成了垦丁夜市。络绎不绝的人潮来自台湾其他县市及世界各地的游客。垦丁大街上的商店包罗万象，我要吃香蕉煎饼。香草说是制作的时候打洞灌高粱酒进去，味道比较特别，煮法精致。神枪手，你有去哪里学吗？自己做自己研究，自己研究厉害厉害。店名不知道怎么念。老板，麻烦你再说一次，什么叫做蛇辣？我们辣椒很有名啊，超级辣的，超级辣的，吃完舌头会吐出来。对对对对，刚吃不觉得辣，吃完之后有那个后坐力。哇、哦，喜欢吃辣的可以来。对对对，让你的味蕾刺激一下。
逛完夜市，回到住宿的富华饭店。